所以你好是直接传是怎么 surprise 的，所以我这边报案是一个很公开而且没有做犯法的事情，因为是我要保护我自己。好，那没问题，你说错了我也知道了，可是我先给你知道，刚才你说那个 Alexa 哭把你转上来的是用他们公司的那个电话上来，而现在如果你要做的电话如果说的话是用我们警方的报案系统帮他们做这个工作，我先给你知道，因为你不能亲自上报来我这个 Facebook 你是要曾经就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收到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在家里的打在家里的这个电话呢，他就直接讲他是 cos 拿住做一个发射的问题，他就讲我的名字 IC 的号码，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一路来我的家里电话很少人 call in 的 cos 拿住来的就是中山班那些我才会去相信，然后他就跟我讲因为我比较稀的是因为我曾经不接 IC，他讲拍摄里面呢是这个 Alex Koo 呢，他就问他你是谁，因为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讲他叫 Alex Koo 我不杀入，但是之前他是跟我讲是马来话很流利，我就以为是 post 拿出来的，真的是，然后我就讲了马来话就比较吵，他就讲你可以有什么语言可以交流，我讲那这样就用华语吧，他讲 OK 华语就用华语交谈，他就讲说 OK 那发射里面有一个 jacket 和两张 IC， 这个名字呢叫做 Wong Yip Fok 是在斯伦班，这个发射要去沙巴的这样的情况，我就是其实我是紧张是我的 IC， 我整经 IC lost 掉了的，新旧都 lost 掉，他就讲我的 IC 的号码，我新的 IC 号码和旧的 IC 码他讲得很准，只是 send 的东西不是 under 我，他就讲哎，这个事情就非常的very serious 很严重，所以是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是在选举的时候就会冒充外劳啊卖给外劳这些的东西，所以我就很担心哦，他讲这样情形呢，我就帮你报警 report police 还是传示，我讲可以吗，他讲可以，我尽量的是用那个线哦，是特别的 line 直接传示过去，然后他就帮我 pass 那个 line 就是一个马来婆来的，他讲就是说是警察官 no no 的一个马来婆啦，叫莎琳娜，他就讲说我就在回避，就是说关于我的发射的问题，他就讲了就好像当完全好像在马来 police 报案的情况的程序啊，几点几点都讲完了，讲完了他就讲 OK 你必须要经过我们的沙镇，他就传示给沙镇 is a 沙镇业，所以沙镇业又在问哦我系列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些东西，他就讲这样情形呢我要做一个 record， 但是呢我必须要盖了你电话，因为是家里电话，他要我的电话 is my phone， 但是他就讲说你 go to Google， 他还叫我他就讲说你会去 Google 吗，我就跟他讲